5月8号，有媒体爆料称刘诗诗得了产后抑郁症，可能要休养好长时间才可以复出拍戏。文章中写道，她最近状态不好，一点都没有出为人母的喜悦，整天不是唉声叹气就是以泪洗面。此前吴奇隆和刘诗诗公布生子喜讯，刘诗诗发微博开心写道，小朋友超级可爱的。不知道刘诗诗为何会得产后抑郁呢？有人猜测可能是婆媳关系。对此刘诗诗及吴奇隆方暂未做出回应。芒果捞新闻，只希望诗诗一切都好。报道。